且这个关大的哎，孟贤，你敢看？伊迄打到遐悬哦，敢那迄支翘啦，就比你的脚腿搁长一倍嘞。哎，真的呢。哎，哇，哎，人武器啊。哇，尤其就看到因的关大嘞，其实一接受着土脚的点，敢那一粒圆圆安尼一束啦尔，咧维持迄平衡足困难。哦，可以当擦擦，你看。哇。组团来进修着，啊，敢有需要爱经过神明的同意哈？哦，这个问题问了真好。嗯，你讲。来，先你搁稍歇下。你若讲着讲哦，咱进修要神明同意，我先甲你讲哦。哦，伫咱台湾呐、啊，有这么侪条件，这么侪进修活动，大大小小加起来，差不多占咱台湾一年100亿的经济效益。100亿哦，你知哦？我听你咧骗，你若真正有100亿，迄碰过的负债早就还了啊！哦对哦，卖讲你啦，真的呢？张官在看啦，哦，无你听听听，但意思是安尼啦，这个经济规模咧，帮助了所有遐尼侪行业的人哦，遮尼盛大的代志，当然要出发进前吼，拢有真重要的定数要做。是，好，首先呢，伫咱出发的前三天。咱都要诚心诚意向天公伯啊，就是咱的玉皇上帝来禀报，讲咱这边吼要来出来进香啊，要来给领旨，迄就是吼先送一个公文，甲讲就对了。尤其咧，咱每一间庙拢有家己的官区哦。咱若讲，譬如讲今仔来桃园要来进香啊，系跨区进香，你就一定爱让天公伯啊知影，这个动作咧，就叫做地。天台哦，原来金沙岗就是爱跟玉皇大帝啊，先给禀报个对啊。哎，啊，过来也未哦，也未。你一直到咧咱活动的冬日，咱讲正日啊。哦，咱要出发进前的，你知道，古早时也无手机啊，无赖，拢用足重要的物件来互相通知，叫做起马炮。哎，起马炮咧，一般即卖拢是放一门。无就是三门，一定拢是徛数的。哦，一三五七九安尼，通常拢三门啦。第一门咧，哦，就代表讲胖集合。第二门胖就定位。第三门胖的出发，你知无？有。到了祖庙爱献上所闻，并且在香炉会发表，发表所闻，才能顺利被天界来收回。那无的所闻就无效啊。哦，佮个看迄个祖庙的火香符啦，还是大庙香符啦、火种啦，迄象征薪火相传，啊，从领厝就明白。安尼，这才是进香啊，上界重要关键的动作哦。无你做做进香，就顶白行的感觉啦。哈，哦，安尼进香有这么侪美感哦。哈，哎，陈梦贤，安怎？啊，拄碰个跟先拜伊讲的，你拢有记起吗？拜托喂。因两个讲到迄热热等，我哪有可能记会开啦？啊，无变啦！我甲你讲，我的裤底啊，只吼，我早就用我的手指牙哦，甲录音起来啊啦。手指牙是啥？手指牙是啥物人啊？手指牙你唔知哦？手指牙是啥物？啊，手指牙就做手机啊！哦。碰过我讲这个，胜利厉害呢！牺牲安尼无痛啊，这无痛啦！啊，这个，哎，这。啊！好，咱那时间那行那行，有，诶，无错的，诶，胖哥，迄边啊，遐哪有人坐伫遐咧白卡白迄足悬的？迄是啥物物件啊？诶，伫咧白卡啊，应该等下要拜庙要行迄个高桥啦。哦，诶，你准备要出发啦，要赶场啊？哦，哎呦，哇，爬到遮悬的准备哦，诶，我真正直接咧白咧哦，伊这拢会当爬到二楼啊了。哎呀，够悬的啦！哎，我哩，你上哩来骗你啊！哦，路过来啊，路过来啊！天啦！快点！哇！哇！家属们，吼！在啊！啊，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关桥镇高桥镇？哇！还有查某的，哎，有迄个穿红衫，迄就是查某的。哦哦，伊即摆吼，即个阁有戏出伫内底呢。啥物戏？你有看到中午一个红面，有牙关刀的，对。
所以这个我知，这一般传统顶头，这叫做关公操鞭啦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！而且这个关大嘞，哎、欸，孟贤，你甲看，伊迄打到遐关哦，敢那迄支挑啦，就比你的脚底阁长一倍嘞。哎、欸，真的呢。哎、欸，哇，还阁人武器啊。哇，尤其就看到因的关大嘞，其实。一接受到土卡的点，敢那一粒圆圆的一出啊，尔，要维持迄平衡足困难。哦，可以当擦擦，你看。哇！哦哦哦！哇，擦手足美丽呢。哎，这有厉害，好厉害嘞！哈！啊，像我这人遮矮吼，我看我两出门拢到这哦，落去百八哦。你若有着新冠的话，我敢会痛啊会痛哦。这你去练者。迄图你若打诶。我快点，那做囡仔，我感觉做好算的呢。好算，算看卖。我嘛想要试看卖呢。好，你去啊。你真的吗？你讲真的吗？我甲讲。哎，你该跟我走起啊。王玉君呐、啊啊，你是头壳在恐怖恁哦。安那？体这尼啊悬，啊你也无说你搁摔落来要安怎啦？哦，陈梦贤，你乌啊死，你点点呐、啊？哦。所以你就知影吼，这个关挑灯其实拢有伊的难度伫个，尤其即摆伫咱台湾传统顶头内底要看到这个关挑灯，非常的困难啊。对，因为这训练的过程吼，伤过忝，所以今仔日伫桃园才会咱看到，算咱的福气，大家拍下鼓励者。尤其女生即摆嘛拢会当参与到咱传统的顶头，不再只有臭男生可以参与啊！我这技术足好，你看麦。哎呦！而且孟贤将军啊，恁敢知影？即摆这个关挑灯啊，伊唔是讲咱打关挑尔哦。嘿。你看，结合着这个三通鼓，这拍落的时阵，佮像恁即摆这舞的。了了上江镇的味，结合做伙，这拢是咱非常代表台湾文化所有的元素集合做伙。对啊，这阵来自台南的泰山民族，你也蛮有影厉害。厉害。哇！哎呦，你讲咧，哎，徛咧卖叮当，那我都平衡哦。就困难咧。尤其是哦，因困难的点是，你看，拄只因啥咧，路关一路行，迄代表啥物？代表。因的进修条件是全程拢伫关挑顶关的。哟，这样子呢？哇！这我嘛叫咱孟贤来练者。哇！咱来叫陈孟贤练这波，大家。哎呦，我搁劈腿呢！哎呦！一直跳钢管都啊劈腿，伊个劈腿啦，劈腿！你今摆偷一支，你个脚要偷掉呢？敢会是？哎呦！啊，拄只安尼，敢会有伤着脚的款？唔知脚有闹着无？在你边啊？啊，你是边个爬个？哎，敢会拄只安尼有伤着吗？哎呦！唔知呢。哎，怎？啊，出一支尔。哎呦，我看有可能有伤着的款哦。安尼是边个？应该是无代志吧。原来是那一支脚，哎呦，高跷的卖使啦，独脚的，哇！我拄只先惊一跳，劈腿了后说，滚落，我想讲发生什么代志，哎呦，嘿，走，这步陈梦贤你练这，你就为这步开始练，好，我看卖下嘞，哎。啊、你认真看哦！你啊，遐个一支我帮你扣上来，好不？好啊！喂，好！再！哇！哎呀，温柔上势就好了。哇，哎，那操着呢！哦，练这足辛苦的呢，安尼摔落来，搁摔落来，安尼哦。哎呦，你讲，精彩！哇，搁再一次，予咱台南的泰山民族剧团拍下鼓呢。是。这真正是即摆咱台湾吼上界传统的啊，所以梦想我感觉你有机会通好练，真的哦。哎，哇，因这着搁加入武术的棍法、加身段、加兵器，啊，搁哎波卡的表演，这是有够困难的呐。而且哦，拄只遐艺术安尼啊，因唔呐讲吼爱记遐步伐的话，因遐动作吼拢就流利咧。真的咧，来，搁出来，步袂停。相传来在宝贝电视花园伫咧森林甲宜兰这个所在，后来各地啊，大家拢开始学啊，变做传统的技艺。早期迄个宝贝是用竹仔
底下做迄个马架，啊用迄个纸糊伫个马外口做马身，安尼较快派去嘛。所以后来改做用钉啊做迄个马身。哦。起来！在小岛上有一场这么重要的盛事，这真的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三张签友赢起来，不是求自己的好，拢是求别人的好。我觉得我跟妈提答应的事，就一定要做到。